地方采风继续来看，在今年是金门建县100年，因此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中，你可以好好把握要举办为期一个月最具闽南特色的宗教庆典活动。交响文化锣2014金门舞蹈宗教文化观光季正式登场。好，我们现场所有的大朋友应该可以。民间义阵电音三太子和布袋戏打头阵，但精彩的还不止如此。不管是风天公歌啊，啊加迄个法歌啊，啊加迄个一个斩吼，啊个吉拉灰金灰吼，啊个七牛嘛，这个活动就是要让咱所有的乡亲甲观光客吼，不只是亲自来体验哦，更重要的可以来试做啊，也来试吃。每年农历4月12的金门迎城隍活动是金门最盛大的民俗盛会，已经传承300多年历史。还有金门特有的地方居民传习而成的阵头队伍，也成为文化部认证的民俗重要节庆活动。我们金门长久以来啊，可以讲说很多在将近1700年来的历史，很多的一些节庆的民俗，我们都尽可能把它纳入到我们的节庆里头。是。各项传统艺阵表演、民俗博览会、彩街游行等庆典，还邀请了两岸三地表演团体一起共襄盛举，要让民众感受多元的闽南民俗文化。记者金门综合报道。